梦实现，留下一道彩虹的弧线。威尼斯的琴键邀请你去冒险，王子会迎着凯旋，好被天使加冕。哈利波特梦境浮现，吉萨瓦女巫永远长眠。昨天我问沙洲人夏日什么秘密，白雪公主灰姑娘还是雪灰的美丽，时光机下一站有什么惊喜出现。手中捧着爱的魔法宝典，他挥挥手把梦实现，留下一道彩虹的弧线。威尼斯的琴键邀请你去冒险，王子会迎着凯旋，好被天使加冕。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FMT8 可乐姐姐，记得点击订阅哦。